您是哪边？他们，这看久一点，看久一点。平常两个表情都太浮夸了。对，我们平常我们如果刚来，但是要不叫。衣服变成相同的样子，的样子。像这首歌，其实它就是算是这个便利世界一体两面，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连锁的企业，或者是说一模一样，就是可以重复复制这样的一个程序。像我们自由突然被限制住，我们好像变得没有那么多选择，好像很多选择，但其实选择都还是被框架给框住了。然后就在讲这个，就像我们今天在 MV 里面，就是有一个这样交代捆绑住，就是我们真的自由其实被那些看似便捷快速的东西给限制了。我们其实是同一所大学的学长，有每个学弟。我花了很久的时间线，就是异常的久，就是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是拖很久这样，因为我想要写一个完整的思路，然后他又要在四个方案里面把它完结掉，所以其实。就是花很多时间去想，说怎么样在四个八里面放起承转，这样。很好，好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躁动一点，对，不要怕撞到他，他会闪你们。其实贴胶布的来源就是，有一次我们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，然后就跟粉丝们说，我们今天来唱贴胶布。贴胶布。对，然后后来。收到粉丝的意见回馈，最喜欢哪一首歌？他写《踢球步》。对，直接听错。对，然后算是一个我们对这首歌一个算是可爱的绰号。伙伴不能站开，往右边走。来，分数。分数。哦，我觉得绝对是一百分啊。一百多分。对，反正觉得一百多，一百多分。对，本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作品，然后加了他的那一段呢。不管是意境上，或是音乐性上，就是让我觉得他超越我原本对他的想象，然后就是一百分。你这脚本想表达什么？就在讲说，就是关于现代人的盲从。没错，对，就是你盲目的去跟随任何的，不管是精神领袖，或者是你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跟随的宗教信仰等等，就像我们盲从跟你一样。没有没有，不是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对，就是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站在那个立足点要来反思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随或是 follow 这些人或这些事物，或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的宗旨到底是什么？有时候得回到原点去思考这件事情，不然很容易就变成像这个脚本里面的人们一样，就是相信这个东西，这个信仰到最后。但那个东西却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可能只是戴着面具，面具一拿下，他是另一个人，他是另一件事。说真话。好，结束了。